这鬼叫什么？叫卢克什么？卢克多多多什么？我是怎么念啊？的确，卢克什么鬼名？怪不得，我跟你说，怪不得他死。走吧，这确实死有余辜。死有余辜，你取的什么名儿？活该！哇，这谁家这样的装饰，怎么这么丑啊？哎呀，这个我，你不能这么说。我心目中就是在北京有这样一套房。我刚刚好像看到东西了。给你喊人啊！我操！把灯都打开吧，灯打开一下。哎，已经跳闸了。不是美国人的房子，就国外人的房子，是不是都这么拉呀？我傻，爷妈怎么傻、啊？我操，怎么爷妈傻不了？哇哇哇！怎么？快来，你拍照没？快来拍照！怎么已经来了？就我去拿那个什么照相机啊！你们等着我。我家来了，我来了。这是谁家呀？小西，这是你家吗？哇，你家真的闹鬼！我杀的你！闹鬼！你家刚刚那个是你的管家吗？他跑过来吓那个 white people、啊。看到鬼了吗？white people 说，好恐怖。white people 被那个你的管家吓到了，你能不能叫你的管家不要吓 white people？ 都是三个 B 一个。哎，喊一下他的名字呗，那个怎么喊？他叫什么来着？他要写字吗 ？Luca， 怎么按什么？哎，他急了。哎呦！我拍了，他这个在手上 ，you， 你小心，你管好你管家。他昨天晚上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不要。好恶心啊！我操。好脏啊！我操，他自己在床上，你自己搞了一下，就把这个他自己弄出来的液体插在这个门上，然后洗手，洗完手就这么脏了吗？他在玩水。我看出来他在玩水了，我看出来了，我还知道他可能待会就要窜出来了，我都怀疑。叫他多叫他名字，让他愤怒一下，让他无能。OK， 按什么叫来？按 V 是吗？Luke。OK， 我弹幕说他叫什么 ？Luke Dixon，Luke Dixon。Luke Dixon， 你那个画个画，能不能在这个书上画个画？看下电在哪儿。我知道你作为那个小西宝宝的管家有点不爽，你知道小西没有给你付工资，但是你不要那么生气好吗？哎，我可以拿这个兔子，我能投。卢克迪西尔，小西把你的兔子给拿走了，快去杀他！卢克迪西尔，卢克迪西尔，小西把你的兔子给拿起来了！啊啊啊！卢克迪西尔来了！卢克迪西尔。我操！吓死我了！我操！我他喵的！我刚说完那个 Lucy 的底线，你可不可以把小鱼宝宝杀了？那个 Lucy 底线就冲出来了！我操！照片我看一下。哦，你已经拍到鬼了。我拍到他了。我操，牛逼啊！我操，吓我一跳！他长得黑不拉几的，我靠 ！Lucy 底线怎么长得这么黑啊？因为他也是 Black。他也是 Black 吗？就怪不得没把我杀了。他开了。刚才去追小西了，小西是因为是如果他不是 black， 你又说他 black 的话，他小西怎么走路这么机械啊？你这怎么这样走路啊？这游戏的人走路都挺机械的。确定鬼的是吗？看一下这件那个日里面也有。我们需要让那个什么鬼去踩那个盐吧？好像是。对，鬼踩盐，运动转感器捕捉到鬼，然后。还有地下室这里。小西刚被附身了，好像我操，有点吓人。哦，哎，怎么了？吓我一跳，谁关灯啊？谁关灯？哎，在这，鬼在这，鬼在这，他刚扔东西了。话说小西呢？小西，他被鬼附身了。小西，我不讲话了，小西。哎，呼唤他的名字。我在这。你在哪？他刚在客厅。那你怎么不讲话？啊！吓死我了！到客厅了吗？我没有。你有没有盐巴？盐巴撒在客厅，撒在客厅。我操！我提过去放进去，拿不出来了，怎么？这门怎么锁？哎，你他妈别关门啊，小新，你什么意思啊？吓我一跳！我害怕！吓我一跳！你哎，这门我害怕。Look, Dixon。
那你拿那个对讲机跟他对讲一下。OK OK， 小西进来呀、啊，小西，小西在干嘛？在外面？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好，哎，好奇怪，你这个人，你怎么在那窗户里面偷窥别人啊？我是这样的，保安是不能进业主家的。你看这个，怎么在窗户里面偷窥啊？变态！卢克迪西尔，那个小西刚才偷窥你啊，你如果在的话，你可以冲出来把小西杀了。你他妈的，你关了门，吓我一跳！你这个，我操！你是我们声音吗？吓一跳！杀谁？吓我一跳！我一会儿再给你关进去。你要杀谁？没。哎，我们都进去了，就靠你了，小西。小西，赶紧进去了，是不是？不要，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你家呀、啊，他的管家找你呢。刚刚他就是听到要找你。快进去啊！没，我看到了，我看到了。你先进去。啊！你不要顺手就把门关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吧，三个人一起进去，三二一，三二一，进。我已经进来了，我提前找好柜子，先躲起来。你们，好。Dick Lucian， come in。小西来了，哎 ，Dick Lucian， 小西进来，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把小西引进来了，现在就靠你了 ，Dick Lucian， 我已经按照你的吩咐，按照您的吩咐了，请你不要杀我，小西冤有在，哎，冤有头债有主，小西在这里，我走了，卖的到我，我操，快进来，哎，直接把鬼给侵入了。快进来！我刚刚开玩笑的。哎，怎么跟他说话、啊？我刚开玩笑的，我没有叫迪克鲁西恩杀你，我没有叫迪克鲁西恩杀你。OK， 迪克鲁西恩，现在小心放松警惕了，快来杀他！别骂！你说吧，他是不是换位？塔罗牌，找到塔罗牌了。塔罗牌是什么东西啊？你可以试一下就知道了。OK。哎，这什么意思啊？了什么？他刚刚什么了一什么东西？Hello， 你可以画点东西在这个板子上吗？你可以出来跟我说句话吗？哎，有没有一种可能，鬼觉得我们不礼貌啊？毕竟你要，别人都很多那种小说里面不是都有什么问我们姓名的时候应该自报姓名才对，对不对？你要不先自我介绍一下，跟鬼自我介绍一下？应该没有这么细致。那不然鬼觉得不礼貌，他不出来怎么办呢？对吧？那你就对他尊敬点。大哥你好，小弟今天来拜访您了，那您可以说句话吗？走了、啊哎！我就跟你说了，我跟你说要礼貌了，是不是？这是猎杀，我还不知道是吧？怎么办？跑啊！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办。哎，有人死了。你是不是死了？我死得好惨啊！怎么办？我猎杀完了，快出来呀！怎么办？我死得好惨啊！我拍到了你的尸体，没有。我现在帮你们看鬼在哪里，我现在已经他们的一员了。你看到吗？刚刚在哪里呢？什么东西啊？我看不到。别动！你头抬起来，头抬起来。不知道，我现在找不到，不知道他在哪儿。什么呀？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了。尴尬。哎，吓我一跳。啊？逃个猎杀也可以。哎，他扔盘子，这是你扔的还是他扔的？他扔的，我操！这是你扔的吧？他扔的，怎么我们做这种事情呢？这么无聊，幼稚死了。哎，我好像是，我操，妈为什么要？哦，塔罗牌在这儿呢。塔罗牌还没玩完是吧？对，我哎，我试一下看能不能复活你吧。啊？要不就还能复活啊？去吧，你拿着塔罗牌去里面抽吧。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复活他。不是，我拿不了塔罗牌啊。没让你啊，我让他呀。怎么抽啊？小心，快复活我！快复活我！怎么抽啊？用你的三个抽来。哦，有灵球。快点抽！我要复活！左边。多抽几张，全部都抽了。我要复活。他好像已经在抽。
这都是什么？让我复活啊！我要复活，快点！啊？只有声音而已，你怕什么？进来，快帮我复活！我要复活呀、啊！快点！有声音而已，怕什么？声音而已，你就这么怕？啊！你就这么怕了吗？只是一点声音，不要担心，这样他不会害你的，他应该不会吧？哈哈哈哈哈！我死了！哈哈，你完了是吧？我们俩复活，快点！你错开！好，我们俩复活！快点！你运气太差了！运气怎么那么差？都怪你！不能在这儿！都怪你害得我们两个都死了，可恶！嗯 ，yes， 换药 ，OK， 然后走。我们上车呢，大哥。不需要，上什么车？鬼门上什么车？小心，你就留在那里吧。我回去了，我寻找我复活的方法了。拜拜。Yes， 换一张图。有经验的这个抓鬼人啊！可以，我们已经变得很强了。对，我们这个水平至少提升了三倍。我操！铁甲小宝，拜拜。